是掌声，谢谢黑孩子乐团这个铁花村的示范乐团，那是来自各行各业非常精英的那个团员。那各位休息一下哈，我们的待会呢那个评审团呢，现在还有一些要讨论的，再休息这个几分钟啊，上厕所啊，走一走哈，我就会在这边在宣布的时候啊，好好好，谢谢，安静安静，还在讲话，OK， 啊，待会呢。等到评审团啊讨论出一个结果的时候，我会在这边再通知各位。我们休息一下，谢谢各位。今天在这个寒冷的天气来到这个铁花村，希望各位都今天都很愉快，都很快乐。希望这个每年一次的这个健康愉快啊，这个气氛这么融合的一个地方呢，能够说在这边听到这么好的各个乐团的啊竞争啊，希望你们今天都能够。心想事成了哈，就这虽然说今天现在已经是2012年的三月份了，不过呢，还是跟各位拜个晚年哈，百年好合。OK， 我们休息个几分钟哈，谢谢各位啊，上厕所走一走啊，活动一下筋骨哈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啊，还有谢谢我们的 PA， 黑龙，啊，谢谢我们的安置。谢谢我们的灯光，没有，谢谢，掌声给他们啊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膝盖动一动，免得那个血管啊阻塞的，都等一下站不起来了。